好啦，咁我哋今日咧就嚟到美國村呢一度咧，蘭波車站徒步五分鐘。咁我哋嚟睇一個咧，就係全棟嘅酒店啦。咁就係呢一個，2018年起好嘅，9层高。咁啊，而家係年租約嘅。上一次同大家介紹過依一個物業啦，咁就係一啲分層單位嘅物業啦。咁啊，呢度位置非常之好啊。咁啊，都係一啲旅遊區啦。咁同埋日本本地人其實都會嚟依一邊嘅。咁依度行翻去蘭波又得啦，咁啊深齋橋都係近啦，同埋 Orange Street 其實都係過兩條街就係噶啦。哇！附近周邊環境。咁我哋頭先睇緊嗰個酒店咧，咁就係而家放賣緊嘅價格咧，就係4.5亿日元。咁啊，連租約成棟物業就已經係承包咗落嚟噶啦。咁啊，依度直行就係新齋橋啦。就是產街啦，我行過少少，影俾大家睇先。呢度 Orange Street， 附近嘅環境啦。剛才我們看的酒店就是這個了。那這個如果有興趣的朋友索取相關資料，需要簽保密協議的，那有興趣的朋友就可以聯絡我們的銷售同事，可以索取更多的詳情。